早七八点就我一个人在吃早餐，天气真好啊。好吃哇！他太想念榴莲了。不敢给你吃，你要睡觉。哇，这个应该比较好吃。我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太水了。啊，这个也会比较黏。这个比较好吃。啊，我看得出，看得出。原来我看到咬的时候有一点水水，这个会比较干涩一点。来，我们这个名美食家河马妹帮我介绍，真的比较好吃。卖东西很没有特色。哇，你呢？刚刚很多了，很多人来。这个好吃，刚才那个最好啊。这个最好吃。那第二个最好。这个也不错，可是这个真的很好吃，这个也好吃。哪位的介绍？这个叫林凤娇，这个叫林青霞，这个叫秦霞。姜志通，这是河马，但这是河马被发现，也是姜志通。是带大家就努力的排队吧。这个队伍有多长呢？是。哎呀，许志豪，你怎么也在排啊？啊，当然，而且我们3天前就开始排。我觉得人呢，只要秉持的一个信念，坚持下去，有一天一定会排到。不是。对，我们前面这位姐姐上个月就开始排了。好。因为这家餐厅呢非常的有名，听说一位难求，所以请大家动作要快，加油。不是从去年开始排，我今年开始排，所以后面的朋友呢就让我先排进来，所以就辛苦这个他们去年帮我插队插到现在的朋友，我终于轮到我了。轮了这个10分钟之后，终于我排到前面来了。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法杯的菜色。哎、欸，你很占荧幕啊，你可以离远一点吗？哦，是我的问题，不好意思。我的脸扣掉公厕还有65瓶啊。是。来哦，第一道。道地的炒饭一定要给自己补充一点点淀粉。那么隔壁这一道，你看他现在在刮的这个应该是炒面吧？什么炒面？印度炒面。India fried noodle, right? 可以说中文吗 ？Just a little bit. 他明明会讲华文，我硬要讲几句英文。那、啊、这个是什么？茄子对不对？不是啊，我现在有个问题。鸡肉在哪里？我现在有个问题。是。我拍了那么久，我是要夹菜的，为什么现在在介绍你？我自己都没有拿。OK， 这个一定要加，这个一定要加。这个感觉是这个椰浆，这个是一定要加在饭上面，淋在饭上面。蛋没有淋在饭上面，然后再加一块肉。这个非常好吃，这我很推荐。感觉你跟他们已经非常的对有感情了，融入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开始去拿菜了，不好意思。结果又跑到后面去了，又重来一次。最后这个就是我挑的啦，我的餐。好，
下午睡了一个很好的午觉，然后待会要准备去超夜露营，看见外面的天气，他觉得我觉得他的云超有层次。后台就非常的热闹，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了？后台非常热闹。最近都拍到你，我怎么办？我的第六个会不会太多你啊？我现在会怀疑是我整肌肉。好了好了，那赶快换一下啊！好，换玛丽亚，玛丽亚。来，看一下后台哦，大家在辛苦的打扮，等一下准备上超夜的北极打洲的露营。啊？你这个穿的毛巾啊？好低啦！哦盛装打扮的王子，很久没有出国一起表演，对不对？尤其是女生。然后记得要收到我们的江志峰的玻璃汤。下班了，下班了。谢谢，耶，大家辛苦了，圆满成功。这两个买东西？没有钱，没有。没事的。不要误会，这是荧幕情侣，现实生活中。荧幕情侣，是。对，健康有那个凯洋今天很惨，被泼了很多水。对啊，因为碍于在我的 video 里面不能播出，大家到时候记得去看这个超级夜总会，对马来西亚这一场。一定要看。难得晚上哦，出来夜宵一下。不行。这一段比较特别。你要斯文的也可以，你要比较粗俗的也可以。来爆出，先从粗俗的到斯文的。本地。不要，你好好来呀、啊！没有没有，这个河马妹的搭档嘛，露露姐。好好来呀、啊！喂喂，等下我是要消音吗？是要消音吗？完蛋了，因为太好吃了，结果忘了要拍。凉拌泡面 ，OK，、欸、真的好好吃哦！我们现在已经整个节目都结束了，然后在后面再聚会，就是小聚会。明天早上一早，大家就要回台湾去。那这一次，真的谢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、工作人员，然后谢谢 Hank 的先生，谢谢。所以我们最后要唱一首来自台东的歌，因为这首都是来自台东。